来，黄豆腐老师，下周11月1号到11月7号各生肖的整体运势如何？好，下周的11月7号是立冬，各位知道立冬就要进补嘛。哦，那适合受孕哦。冬天是水煮黑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进补最好吃黑色的食物，比如说黑芝麻啦、烧仙草啊，对，或煮八宝粥，哎，对，都是黑的，黑木耳啦、黑枣之类的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生肖，我把它分成四组。首先第一组猪兔羊的，猪兔羊的不错哦，默默付出，暗财涌进。这个默默付出的付出心血啦，赚钱的机会等等这些，当然呢，你就很多的钱暗暗的进来，所以呢，有四个星的或者四个赞的评语。好，下面虎马狗，虎马狗更好，虎马狗是怎么样呢？投资利多，集中火力，因为机会好嘛，你集中火力就可以赚更多，所以呢，我有给他五个赞的评语。好，下面是蛇鸡牛的，蛇鸡牛呢是相信自己，勿受牵连，就是你相信自己判断，不要听人家讲的，人家叫你做什么做什么，你最后反而自己一事无成，不如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，所以呢，我给三个赞的评语。最后呢是猴属龙的，猴属龙呢就比较要小心一点，负担增加，设法尊节，这可能个人啊家庭的这个费用增加，你要节省一点，所以只有一个赞的评语。是是是。好，十二生肖呢我又给了三个生肖，最好的在下个礼拜。首先钱财最旺的，钱财最旺的是跟小可一样属狗的朋友。哇，好，其实是事业最强，事业最强呢是属老虎的朋友。还有桃花最红的，桃花最红的是属羊的朋友，那请好好把握机会啦。是，好，来接着呢，学光老师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各星座的整体运势。来，11月1号到11月7号哈，太阳还在天蝎座，我们来告诉你这一周的运势哈。我们从一颗星先来揭晓好了。那然后一颗星呢，上榜巨存姐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呢。代表冲突的这颗火星现在走到摩羯座哈，来，所以代表什么？没有耐性的是我了，是吧？不是，没有耐性的是你的另外一半，你的合伙人啊，跟你一起工作的人，是他们会突然之间呢都很没有耐性，然后对很多东西要求很严格，然后会让你情感上有一些受伤，所以呢会有一些人际方面的角力，然后自己也可能会比较容易身体发炎或什么，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。来，一颗星呢还有谁？一颗星水瓶座上榜了，水瓶座哈这阵子呢会跟别人有一种鸡同鸭讲。的感觉哦，比方说你明明在讲 A 啊，对方回应你是 B 啊，工作的时候就这样子哦，一直出错，要耐心的去面对。一颗星呢，还要特别注意的有母羊座，母羊座呢会必须要让压力转为动力，自我鞭策。比方说哈、哦，工作一直被主管念，一直做不好，你就很气，想要转职，想要离职哈、哦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把你这个压力、这个生气转为动力哈，去学一些东西。那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个公司待不下去，想要转职，那你要好好想要做什么，计划一下哈、哦。是，来三颗星有谁？三颗星呢，双子座上榜了。双子座呢，这个礼拜呢有机会认识很多人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认识很多人的过程当中，你要注意你讲话的方式哦，不要讲太多跟你无关的，免得哈会惹来一些流言流语哈。三颗星呢，小可上榜了。处女座，处女座呢，这个礼拜呢，家人可能会有一些小麻烦、纷争，或者是比方说吵架啦，小孩子咳嗽、感冒啦哈，但是可以顺利排除哈。来，三颗星呢，还有射手座。座哈，唐老师上榜了。射手座呢，哎，什么都是暗暗来的，有桃花暗生，有贵人暗助，所以有很多好事发生，但是连是谁帮忙你都不知道哈。来，四颗星呢，有谁？四颗星呢，黄老师上榜了。金牛座呢，这个礼拜呢是伴侣相扶，跟另外一半感情很好，然后家庭呢的运势很平顺哈，恭喜你。再来四颗星呢，还有狮子座，哦，阿边上榜对不对？狮子座呢，这个礼拜呢好运当头，酝酿机会，就是很有很多贵人来找他，跟他谈这个谈那个，谈戏约或者是谈合作，然后开始酝酿一些新的机会。来四颗星呢，天秤座上榜了。天秤座这个礼拜呢展现真我，受人重视。老实讲，天秤座以前想要讲什么可能不见得真的会讲出来，但是在这个礼拜呢他就很开心，他想讲什么他就想讲什么，别人反而觉得他很可爱、哦、受人重视，工作的部分展做得很好。来五颗星有谁？五颗星呢双鱼座上榜了。双鱼座呢这个礼拜呢哎，美梦成真，远距桃花，远距就是包括海外的或是透过一些网络的哈，就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可以得到，而且桃花运是不错的，特别是从网络上或从异国来的。再来五颗星呢还有谁？哎，玉林哥上榜了、摩羯座、摩羯座意志过人哈，事业看好，体力很好，
计划很多，然后照表操课，然后把工作的部分做得很好，大家都佩服你。在五颗星第一名，我们这个礼拜颁给天蝎座，长袖善舞，桃花财运两旺。你自己呢，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呢，比方说讲话会很得体啊，很好听啊，也会讲一些好听话逗别人开心，然后工作的事部分啊，财运的部分，桃花的部分都很好。那我们现在要加码，财运最旺的是谁呢？来，天蝎座。桃花最旺的呢是双鱼座，然后事业最旺的呢，我们颁给玉林哥的魔羯。恭喜啊！